信乡科立外社区小基金计划当中，陪伴老大人志工来担任着长辈照顾服务的工作，是今年度计划项目的重点。因为老大人上重要的就是维持日常生活技能，所以特别邀请专家来教志工安怎透过简单又够有保健功能的运动来达到这个目标。坐伫椅仔顶就会当做运动，双脚双手同齐振动，简单好做运动效果嘛真好。我们教动都不会太难，好，那重点其实就是比较怎么样的运动，因为太难的其实长辈也学不会，所以我们希望就长辈可以轻松练习，在家就可以达成的。在家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子，一些小道具可以做一些小小的运动、复健运动之类的。那在这些志工，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就志工也都是高龄的，那只要他们可以学会。去到社区里面服务的时候，那些长辈其实也就更愿意接受一起做。3、2、3、4、5、6、7、8。伫厝内，毛真侪平常时用会到的物件，亲像毛巾，都当摕来做运动。国姓乡福利化社区小基金计划，邀请专家来教社区志工简单做运动。即阵社区志工，其实年岁嘛拢袂小啊，练习这运动，对家己身体嘛真好。好，安怎讲好？健康，身体健康。啊，这学这要创啥？要做什么用？做运动啊。身体用用健，安尼较无遐侪毛病啦。即阵老人志工学习简单的运动，嘛学运动课程的设计，除了保健家己身体健康，重要是希望即阵老人会当成为社区长辈服务照顾人员。看伊的年纪啦，伊的。动作，那我都做较紧，咱就做较紧啊！你的动作，我做较慢，咱对做较慢啊，无伊无法度啊！啊，我们年纪也是很大的呢，我们觉得说啊，我们还身体还很健康啦哈，啊可以帮助人家，又可以学很多对我们自己有帮助的动作啦哈。我们觉得也是过得很快乐啦。志工去服务的时候，有些年纪比较大，常会觉得你不懂我，所以他不会愿意跟着做或干嘛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银发长辈哈，银发志工去做服务的一个好处，他比较能够拉近我们服务长辈，那也可以一起做运动，让长辈更有信心说，哎，原来我们年纪差不多，你可以，我也可以。除了学运动保健身体以外，课程内容嘛，针对如何预防老大人跌倒，由讲师来介绍提醒。希望由老大人来服务老大人，更加会当大家互相照顾、互相学习的福利化社区目标。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